韩国艺人何成云所属社方面表示，结束了 One on One 活动后，回归公司的何成云将于二月末发表迷你专辑，开启个人生活。据悉，何成云4日与所属社分享了很多意见后，确定推出个人专辑并进行活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还亲自参与了专辑的制作、选曲等，为新专辑付出了很多心血，预计会将他的音乐感性发挥到极致。随后，粉丝们纷纷表示，十分期待何成云的新专辑。